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，有主的同在，远离罪恶，催命定。罗马书六章十二节，所以无要让罪在咱必死的肉体上掌权，使到咱顺从肉体的私欲。有一种生在美洲热带半田附生植物，当地的人称呼伊为催命藤。这种植物会通将另外一丛的树木来夹死，然后夺取伊的地位来生发。开始的时阵，鸟类将催命藤的种子传播伫个亲像杨树安尼大的树身顶。这种种子渐渐的发芽，后来就真紧的长大起来，生长着伊安尼坚韧的气根，紧紧的围着大树的树身顶。就安尼，大树因为吸收袂到顶下流通的营养分，而渐渐被夹死了。弟兄姊妹，真侪罪恶拢是按一点点开始，你若无赶紧限制伊，慢慢的伊就会管制你，亲像炎症的细胞，渐渐的扩散，致力于死地。思考你有甚物无在意的罪需要解决呢？咱三甲来祈祷，爱阮的天父，感谢你将阮对罪中拯救出来，予阮会通因信称义，脱离罪的捆锁。主啊，阮真是软弱，常常拢避免不了诱惑甲罪恶的侵蚀，由于无在意甲放荡碎碎的罪行，求主帮助阮，靠着你的大能，防止罪恶在阮心中停留生根，以免罪恶在阮的身躯顶掌权。求圣灵帮助阮，保守阮过得胜的生活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